龙战士崔江，热血活泼，宠物为暴龙，被变成机械暴龙，机械暴龙，被喷射火焰和超强的咬合攻击，召唤的原机械人烈焰，载具形态为飞机。我是烈焰，很开心见到你。绝招有机械暴击，以怪物的速度根本抓不到它，必须让它离开水里。航天飞机系统启动，是聪明又强力的伙伴。东海对美食有自己的执着与坚持，宠物是万龙，变身机械万龙后会发射水炮弹。机械万龙，水炮弹！召唤的原机械人穆凯，载具形态为挖土机。原机械人穆凯会利用铲斗战斗，绝招是机械强击。机械强击，是可靠的好伙伴。全新动画《威龙战士》。星期日早上9:30，就在MOMO亲子台。